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我们为您直播的2021赛季中超联赛第五轮的补赛，北京国安队对阵河北队。那么这场比赛本来应该在2个月之前进行，终于呢在时隔60天之后，那么在今天来到我们的面前，这也意味着中超下一阶段比赛正式开始。越野的人，世界越大，美式大七座 SUV 雪佛兰开拓者，邀您收看精彩赛事。那今天呢，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欣赏这场国安队的比赛，我们也是在演播室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足球评论顾问孟洪涛，孟老师，孟老师你好。你好，大家好。接下来我马上等待比赛的开始。雪佛兰开拓者邀您收看精彩赛事。北京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我们为您直播的2021赛季中超联赛第五轮的补赛，北京国安队对阵河北队的比赛。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足球评论顾问孟洪涛，孟老师，孟老师你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是国安队应该在2个月之前进行的一场比赛，但是为了给国家队的这个40强赛集训让路呢，国安队和河北队共同把这个比赛呢就挪到了现在来踢，其实是2个月的一个时间。双方呢也都在阵容方面呢发生了一些变化，你比如说河北队的外援马尔康现在呢是不在球队当中，而北京国安队呢巴坎布由于回国家队参加世界杯的预选赛，所以呢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隔离，没有办法上场，而奥古斯托·费尔南多也依然没有能从巴西回归，比埃拉的伤呢还不足以支撑他现在就上场比赛。金民哉回去打了世界杯的预选赛之后呢，现在也还没有归队，那么他的未来呢可能会在最近几天之内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公布。也就是说国安队只有从长春租借来的外援索萨这么一个外援可以使用。没错。这2个月之后我估计这个参加中超的所有球队可能阵容变化都比较大。对啊，就没法拿第一阶段的比赛啊，那个阵容跟现在就相比了，就像开始了一个新赛季。没错。而且这个新赛季呢还没有充分的准备，而今天呢我们也从画面当中看到了现在的江阴体育中心，这里是下起了瓢泼大雨，那么这个雨呢大概已经下了快1个小时了啊，队员所有的热身的活动全是在大雨当中进行的，现在这个雨势依然不见减退，所以这个肯定会对比赛带来比较大的影响，是吧，孟老师？没错，那是肯定的啊，这雨啊，刚才我们之前已经看了很长时间，下了很长时间了，到现在依然没有减弱的迹象。对，我记得在上个赛季，也就是2020赛季中超联赛第一轮的时候啊，这个大雨就不期而遇，让国安队那场比赛踢得非常非常艰难，要不是凭借李磊的那脚世界波啊，没错，那场比赛还不一定拿得下来。这回呢又是这一阶段的联赛的一个重新开始，又是大雨，这个旗子已经都撑不住了啊，如果不把它立起来，这全是积水。刚才我们也看到摄影师的这个长焦的镜头，就没法在别的地方待着，只能放到国安队队员手里，因为他们那儿有棚子啊，他能在这个替补席上拿棚子给他遮点雨，要不然这镜头进了水可就太贵了。张成栋跟于大宝现在分别是各为其主，是各自两支球队的队长，他们两个人其实有着很长时间的交往，因为在葡萄牙的时候两个人就一起留洋。今天靳鹏翔是获得了首发，相信呢通过各种媒体的报道，球迷们都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这也是靳鹏翔本赛季第一场的登场。这是河北队的主教练金钟夫，来自韩国，今年56岁，曾经在韩国执教过庆南 FC。 那么这是北京国安队的主教练比利奇，比利奇倒是像个顽童一样，雨越大好像越兴奋。河北队池文一也是前国安的球员，今天的裁判组呢也是比较年轻，主裁判是唐顺奇，视频助理裁判是刘威。这就是江阴体育中心体育场了，现在呢这场没有观众进场的比赛啊，正在等待着球员跟裁判员的进场。
这个对于裁判的这个穿戴设备也是个考验啊。嗯，这么大雨，别短路是吗？啊，对呀、啊，这真是啊。今天这雨太大了，是吧？倒不是一般的小雨，确实雨势比较大。对。两队里面有很多球员都是很好的朋友啊，他们过去甚至是队友，甚至是发小。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现在北京国安队和河北队已经共同踏入了江阴体育中心体育场。中超联赛第五轮的补赛马上就要打响，第五轮的另外一场补赛，也就是河南对阵广州的比赛，在昨天晚上已经进行过了，最后双方打成了1-1平。广州呢，居然是没有在这个缺兵少将的河南身上拿足三分，这个也是让卡纳瓦罗相当的恼火。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我们都知道以张昌作为队长的这支河北队呢是碰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觉得这并不会影响到场上出赛的这些球员他们对比赛的态度。好了，接下来是奏唱国歌仪式。好，比赛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那么在本轮比赛之前呢，北京国安队是在前四场的联赛当中呢，2胜2负，前两轮输了，接下来迎来了一个2连胜。那么现在只有6分的积分，排在苏州赛区的第5名，而比他们高一个排名的就是积8分的河北队。今天北京国安的对手呢，前四轮的比赛当中，河北队是2胜2平，没有败绩。进了4个球，只丢了2个球，这只丢了2个球是个很了不起的成绩。以河北队的牌面实力啊，他们拿到的这个成绩应该说是超额，在前四轮完成了任务。那么金忠夫呢，也是在赛季开始之前临时急救章上任，不过他的这个执教还是给球队的防守质量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唐顺奇，视频助理裁判是刘威。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北京国安这一边呢，守门员是侯森，后防线上于大宝、于洋、靳鹏翔、李磊。那么在中场线，我们看到外援索萨，这也是唯一的一名外援。另外呢，池忠国、高天翼、张稀哲、曹永静和张玉宁。一会儿我们来看看这官方给出的一个4-4-2菱形站位，曹永静和张玉宁打到锋线来搭档国安队的前锋。而靳鹏翔呢，官方给出的阵型是出现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金忠夫为河北队排出的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守门员是22号池文一，在后防线上梅米舍维奇当然是后防线上不可或缺的波黑球员，而在他的身旁呢会是潘喜明、张成栋，今天呢有可能会把位置收回到中路啊。我们来看看开场的这个阵型的站位，我们就应该很清楚了哦。河北队应该还是打个4后卫的阵型，对吧？4后卫的阵型，张成栋应该还打的右后卫，他还是打的右后卫，就是潘喜明、梅米舍维奇是中后卫，张成栋右后卫，这个崔林是左后卫，对吧？然后是王秋明、塞尔纳斯打后腰，还有一个张辉，这是3中场。那另外呢，他这个姚旭晨，还有廖伟，还有保利尿，对，哎，保利尿在前面的锋线，是吧？一会儿再看一下啊，我估计应该是他打的锋线，嗯，是吧？因为前四场球都是这个马尔康一个人打在这个锋线，对，现在马尔康呢已经离队了。
而国安队这边也是缺兵少将，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我们所有的五个主力外援现在全都没有在队里以外呢，比埃拉现在因为伤势也没有办法参加比赛，还有王刚伤没好，朴成伤没好，侯永永这个赛季彻底已经不可能再上场了啊，因为刚刚在北医三院又做了第二次的膝盖手术。国安队开场还是力求控球，靠近扯到右边路，果然靳鹏翔是出现在右后卫的位置上。这个天气场地啊，再好的渗水，就这个场地渗水已经不错了，对，它还是影响到球的运行，确实可劲儿踢球都得谨慎点，哎，是吧，控球的时候你的力道啊这个都得慢慢的去适应，球员也是，对，是吧，我出球什么大的力度，我接球的时候应该怎么去接，这个有点这么不一样，对，包括球也滑，是吧，过来以后你平时可能卸球没问题啊，但是这会儿你要是球过来以后，尤其是高空球你再卸的时候，可能真是一呲就出去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反弹球啊，反弹球很容易也是呲，这球到底是弹还是不弹，这都得判断，没错啊，所以今天这场比赛真是对双方来讲都很难踢，是吧，都很难踢，所以这个就比啊，我觉得谁的比赛经验更丰富，对，要避免出现更多的失误，对吧，而且这种场地我觉得双方失误都会有，对，而这一点上呢，河北队今天啊确实，国安队你说人员不整吧，河北队也一样，河北队呢这场比赛派出了三名 U23 的球员首发，先看这个任意球，哦，这个球打到了后点，哎，侯森还是判断的非常准确啊，维米舍维奇的头球，除了场地湿滑，另外一个就是视线，是吧，这雨天也是，如果你在这近视眼，可能今儿这比赛就没法踢了，是吧，确实视线会受影响，金志峰因为他在河北队我看了那几场球，他这个球队确实是有改变，是吧，就是打的相对是更积极一点，对，他敢往下，对吧，然后反抢这点他做的真是都不错，另外一个他对马尔康就是那个搞大的中锋的使用啊，这个赛季前几场球用的是不错，但是这个马尔康可能是要离开了，是吧，所以这次呢他是用不了了，那锋线上这有一个变化，对，今天尹洪博没有首发，对啊，赛前也没有消息听说他有伤，嗯，而在国家队还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呢，没错，国安队还是试图打地面，这个时候啊打这种长距离的传球就不太适合走地面，没错，是吧，这球走不了，怎么打可能你都得慢慢的适应，对，是吧，过去你那长长球过去以后觉得我接没问题，但是现在可能麻烦，一是你接的时候本来球就滑，再有一反弹，你像要是你这个球一反弹了，这就是最麻烦的，另外一个你打地面也是，因为这球不走，是吧，你得加力，加力有时候掉水坑里可能球还不走，是吧，所以这球员慢慢的就大家踢踢就大概知道啊，我应该怎么去接这球，对，多大的力道去出这个球，他得试一会儿，对，您试一会儿，哎呀真是，这肯定是一场苦战，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刚才那个球呢，于大宝正是判断到了这个球可能不会再往前走了，所以他有一个突然的提速，利用自己的爆发力把球给破坏出去，没错，空中球过来啊还真是力争能把一点拿好，一定拿一点，二点也真不好拿，地面球呢失误都会多，是吧，就是你小球就过去觉得我这一脚出去可能要走10米，但是现在我估计5米就停了，是吧，带球也一样，保林尼奥，哎，保林尼奥，今天呢，保林尼奥顶在前面，嗯，但是他可能更像是一个假前锋，对，是吧？一会儿再看看。哎呦，这个球，啊，凌空一射，这危险了！这幸亏这下顶出来了啊！正面应该是于大宝吧，把球给挡出来。哎呦，这一波好像河北队的进攻有点强啊。对。你看河北队打国安，我们以为他可能会排出个什么三中卫啊，回收防守啊，其实根本没有，至少开场他是跟你对着攻的，对对对对，他呢前四场球啊基本上都是类似的体系打，就是4231，是吧，然后前面勾过去，只不过前四场球他前面顶的是一大前锋，今天呢可能保林加是不是打的前面又再看看啊，但他打前面可能也是一个假前锋，对，
他肯定不是中锋。对，你看是确实是，确实是。对，他这站位啊，接就回来。这站位是个4-3-3的站位。对对对。德尔纳斯拖后一点儿，是吧？他身前呢，王秋明上去进攻，因为王秋明，你让他打后腰，他进攻他也上，对吧？他就是一个向前。对，今天看着就是一个单后腰，单后腰就萨尔纳斯就一个人在后面。看这球不走，我队在地面传球一定要加力，打起来是没问题的。哦，张稀哲传球在点球点附近，这应该是索萨，没错啊。在追求那种小配合呀，就是小圈小地呀，今天那场地是不允许的，对，是吧？因为这球不走，所以呢，我觉得把边打活了以后呢，多起球啊，多传中球，那我觉得张玉宁可能机会就多了。因为索萨这已经是他开场以后第二次插到禁区里边了啊，这个1.86米的一个身高，其实他是可以当中锋用啊，哎，可以当中锋用。所以你边打上去以后就多起球，我觉得中间这俩高点可能机会好。你要打小的呢，真就是这场地不好踢。长传球的话呢，其实要论技术能力啊，国安队还是会在对手之上。看这一下，这是崔林啊，U23球员，他今天上了几个小将。崔林是一个U23，张辉是个U23啊，崔林都不算U23，不算了，他不算，对，他都不算了。廖伟是一个，廖伟是个U23，姚旭晨，姚旭晨才21岁，对，张辉才20岁啊。张辉，我印象中那几场球好像都没首发过，这姚旭晨是上一场比赛。对，张辉这场这个赛季只上过一场比赛，总共踢了19分钟，没错。姚旭晨是上一场，他打申花就第四轮，就是这算是这两个韩国外教的德比呗，对，那场球他打。那场还打成1-1，差点河北还赢了。哎，对，那场球河北打得不错，所以说河北队，我觉得这个赛季呢，前几场球打的应该是不错啊，这教练给他带来了一些变化。哦，这个前点后蹭打得非常聪明啊，于大宝。曹永静也是拍马杀到，可惜了。看一下，张稀哲开了一个前点，哎呦，就是啊，前点蹭过来，这个二点谁都难拿，是吧？进攻队员也不好拿，门将也不好拿。好像是张成栋吧，干扰了曹永静。没错，这个球最好是什么？八一反弹，这就守门员就更没辙了。好，第一点要拿，好球，接，聪明，曹永静。因为这球不好出去，对，是吧？你带球也不容易，因为球不走，这球本来也滑。你过去有些队员可能习惯我拉球啊，现在拉不了，拉不动。啊、对，这个球一拉是滑的，接听在上面是滑的，球是拉不了的。所以呢，这三个人围的时候，就队友就得接上来，我这球就出去就完了，是吧？马上接过来，要不就可能是三个人人家就抢下来了。总而言之，这场比赛是一个非常规的状态下的比赛啊，都不好踢。客观上。天气的非常规给整个比赛带来的这个变量太大。你像这种回传球，过去一说就雨天踢的时候，回传球真是不行。你看还是这样是吧？对，你一抢它啊，这后边出球可能都得非常难受。对，我得夸一下这江阴体育中心哈，就这么大雨，这球最起码还能，还没飘起来啊。嗨，飘起来就是比赛就踢不 了。对，就不能划着船踢是吧？好球，好球，这就抢了，对吧？对，你就在禁区内，他持球，不管是自己队友传球，还是国安队传进来，就马上去抢了一下，是吧？张玉宁还是对这个球踢的还是很聪明的，看到这条线，不过张成栋还是有经验，没错。国安队在进入赛区之前呢，跟山东泰山踢了一场热身比赛，2-1战胜了对手，全队状态还不错。啊，是你扑了一下，没出去，还是出了，两个界外球。石文一这个1.83米的身高啊，能在中超成为名将，这个充分说明他还是有着非常好的线上能力。没错。
Basket, come on! 来！有！中国拼了一下，于大宝准备打到中间，于洋，好的，这下张稀哲非常积极，对吧？嗯，漂亮。传回来，打地滚球啊，真是这球你得是不是来？你看，他不走啊，你估计觉着我一脚出去就到队友脚底下了。现在你使同样的劲儿啊，那球到半路上就停了啊！而且你不知道哪个地方积水，对，没错。哎，这下没过来，太可惜了。还有，哦，犯规了。所以队友，你传给队友的时候，队友呢就是要哎主动的动一点，别原地站着。你原地站着，这球啊，指定到不了脚底，是吧？所以接的时候，大家都得互相适应。梅米舍维奇呢？对，确实是河北啊，上个赛季引进的非常重要的一员。没错，后腰、中后卫，对，他都能打，而且很实用，很实用，对吧？嗯。他今年又引进了这塞尔纳斯啊，塞尔纳斯后腰、前腰，是吧？他出球包括任意球都不错。对，来自挪威的中场。嗯，他上个赛季还有一个边路那图雷。是吧？对，那边路很快。现在去河南了。对啊，他上个赛季那几个外援总体不错，要不他怎么进的争冠呢？嗯，看有机会。把侯森过掉了，这边再打，对，这球进不去。我一看这够呛，这谁跟上了？张辉，对，是张辉啊。保利尼奥，但是过那一下是吧？过那一下呢，因为还是这地这天的原因。他这个球呢，如果不直接打门传，我觉得刚才我就判断这球可能就进不了了。嗯，你看这球，是吧？他要直接打，我觉得还好点。他要传呢，还是因为这天的原因，你接的队友这个球不一定能处理好。你别说这个廖伟啊，虽然年轻，但这球传的还真不错。嗯、他就把这个节奏拿捏对了。没错，知道保利尼奥上去那一下，在将将越位之前，哎，这球出来了。他前面上这几个年轻的呀、嗯，我觉得一是快。啊，身体素质也不错，是吧？嗯，所以他有时候打速度呢，也包括刚才这种快反，他应该我觉得稍微会好一点。对，而且要注意国安队这场球要注意什么呀？因为他过去用大前锋打啊，马尔康在前面、啊，他就跟现在用保利尼奥打是不同的一种方式。对，国安队应该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重视这个对手，因为历史上中超14相遇啊，居然国安队没占到任何便宜。嗯，十场比赛下来，国安队5胜。负，两个队从来没在联赛里打出过平局，啊，都能分出胜负，而且呢是各胜了一半。他刚开始那几年，河北队的外援更厉害，对，啊，有马斯恰拉诺、雷奇，是不是？更厉害，更不好打，加上引进了很多的国脚级的，对，人行的，曾经他双杀过国安呀、啊，对呀、啊，他是双杀过，那是最可能那一年是最好的时候。即便上个赛季河北队已经有点江河日下了啊，咱们还跟他有过一场3-3，嗯，那场非常非常郁闷的3-3。哎，一传中啊，没传中，保利尼奥。对，保利尼奥在身边，看他四个人投入进攻啊，把整个防线拉扯得非常松。保利尼奥要拉回来接呢，这会儿官队的防守倒是可以稍微的这个，可能会好一点，是吧？啊。但是注意点什么呀？往你身后切的时候啊，保利尼奥刚才那个球那很危险，是吧？他拉回来，我觉得可能他更多的往边路分，啊，他不一定在中路这能有机会。这就是拉回来接，得有人对保利尼奥要跟一下，要跟一下。哎，对，你要看了这个欧洲杯，你要注意什么呀？凯恩就是这么接球，对，是吧？他在两线之间就那么站。对。凯恩，我记得他有一场比赛，就是因为他拉回来，你没人跟他，就是那场球嘛。对，结果造成他送球啊，往你身后送的时候，人家你失误，是吧？这就是这样，因为能拿球了，你注意什么呀？有威胁的就是他。行，打到右边，哎，他这边的进攻怎么样？他，其实他速度还挺快。他真是一个速度挺快的一个球员，而且爆发力极好。嗯。他刚来的时候，全队测这个身体素质，全队摸高他第一。
小烈尿啊，真活跃啊！但是刚才我们讲了，打了一假前锋是吧？他回撤的就更多了。那这一下过不了门将，这要是那个不是雨天啊，他实际自己可以打。但是雨天那球再给，刚才我判断上这个他就可能就打不进去了。嗯。左边他实际上掐国安的边是吧？国安现在边后卫上去以后呢，边路没有获得太多的机会。我慢一点，对，这样摘出来。左边到中间，中间再到右边，转移速度还是比较快。金明强插上了，曹永静胸部停球，哎呦，还是四十五度，典型的张玉宁的踢法、啊，没错啊，都这么打都有机会，对，是吧？中场在中路那儿呢，这脚倒球啊，现在人尽量的避免啊，多在那儿倒，因为你那球还是这雨天的原因，是吧？容易失误。我觉得如果说采用这个角度的传球，你不能让张玉宁一个人再进去，对你得有一个接上去，你得有一个接上去，这球对出来以后你没二点，这个进攻是很难打。像国安早期的时候，你比如说打这个中场菱形的时候，我有时候就是觉得你不好踢的时候啊，就边打不好的时候，你最好变成一个四二三幺，是吧？嗯，俩边有人，然后呢，前面你比如说张玉宁在前面，然后唐永静顶他身后，对，哎，这样俩人在中路这种纵深，实际上接应会好，因为你边也好使，对吧？边也好使。上个赛季那场3-3呢，其实国安队是在领先两球的情况下，最后时刻啊被张成栋和马尔康各打进一个球。高天翼，保利尼奥的身高只有1.66米。哎，现在国安队的这个变化就基本上跟刚才我讲的差不多了，是吧？他把那个唐永京往右边拉了，高天翼往左边拉，嗯，是吧？中间的陈龙博拖后，然后张稀哲跟这个30号索萨俩人在中间，是吧？对，是这么打的，就是你要把边看住，因为对方的边是不错的，嗯。40号就是张辉，只有20岁的年轻小将，刚才就是他呀，在六码线前的一个射门。嗯，他是跟这个保利尼奥俩人在中间啊，另外他俩边呢，就是可能会跟中路有换啊，会有一个比如斜插啊，去接保利尼奥啊。所以现在国安打了这一段以后，你要注意什么呀？就是对方进攻的时候，保利尼奥那个位置。对，塞尔纳斯，好的，李磊的第一点封住了。好像目测这个雨是小了点儿，雨小了以后，这个起码视野好，对，是吧？场地可能现在还多少，要不然你眼睛都睁不开啊，其实你看不清楚。好球，球能推远射，这时候打远射呀，也真是一个很聪明的踢法，嗯。因为球在场上会有很多不规律的运行，守门员很容易被误导。这就是那张辉吧？嗯，很热，嗯，穿裆过。当然你要远射，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因为球沉，对，是吧？打好了也不容易。好球！对，一对一了，已经拉着。河北队已经有5次射门，国安队3次，而且5次射门里面有2次中目标啊。胡森已经做出2次扑救了。河北队防守就很注意对你中锋的防守，是吧？你拉回来，包括回接，他肯定是有一个，包括是中卫是谁呀？刚才是潘启明还是谁呀？是吧？反正就得跟住你，不让你转身，更好的拿球。怎么样？王建啊，往里走，还交给于大宝。有球雨小了之后，这个球的场地上的运行立刻就好多了。嗯、好球，好球啊！还是湿，那球往前窜。
下肯定还在下，是吧？看这场边好像应该还在下，这比刚才应该是小点。嗯。还打场，对，当然也没打好，对吧？他呢，你在后边，你要给他逼抢啊，他肯定是不会选择说我队友从后边传传，对，啊，这会儿容易失误，所以赶紧大脚长的吧，相当于解围了。再来一脚掌，哎呦，这还能接，对，这是张辉，张辉速度可以哈，这一块就伸出去，对，传就接，好球，哎呦，这边他想的反正是不太好的，是吧？但是这几脚传递还不错，但是国安确实是习惯了这么踢，没错，他这有的时候是条件反射。对对对，传完就接，是吧？然后呢，一般都有两三个接应的。你看这潘继明实际上对张成栋的防守就跟得很紧啊，嗯，你这退到这儿他一直跟着你啊，不让你在这个点接球。就是对手对我们的重点球员是有非常严密的看管，嗯，我们对于保利尼奥应该也有一些特殊的政策，是吧？嗯，好球，他经常不出，这球都得动，不能原地接，对，因为这球迎着接，对，因为这球速不一样啊，要主动的稍微回一下。索萨一开场也没太适应啊，连续出了两个传球失误，但是从那之后是啊，越踢越好了。上一场还打中后卫嘛，就是打了前腰去了，今天他得慢慢的也得适应。好，这球起来了，看看后点，这球传的有点大。有萨，防守在前场，可以多传这球，他传球不错。对，往里传，球反弹，张玉宁自己抹进去，想要打门，还是扛住了，没有出界，不错，不错，不错，没法转身，先出来。好。那拿真是费劲啊！刚才张玉京那一下啊，真是几个人堵的，因为他确实护球好，是吧？对，他这个子，你从后边想把这球抢下来不容易，几个人没抢下来，张玉京把球还出来。下雨可能唯一的好处就是凉快一点，这确实凉快，对，凉快。当然也是当地啊。天要热的话，下完了以后也蒸了，那是是吧？就是因为当时下着呢，还可以。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这个江南的那个梅雨季节，这个目前叫初梅啊，是最难受的时候。就是他们就两种模式切换，一种桑拿模式，一种烧火模式啊。所以你就想想。这位李磊犯规，再看一下啊。对，球是肯定是铲到球了，但是裁判员呢认为他是对姚旭晨啊，这个动作可能是李磊动作有点出脚的有点鲁莽。姚旭晨打的右，对，上一场打左，上一场用了一个活人贴，就是第四轮，活人贴也是很长时间没看他踢球。没怎么上过场，这关键是他对还进球，上去还进球了，进球了，是啊，真是有几年没看一对。张玉宁，最后解围不远，传在支援地面了啊，给上来了，好的，这个得传好，不错不错，虽然是被维米啊给补出去了，对，但是这个球整个配合，对对，老非常。是吧？非常流畅啊！我操，穿游泳裤了也。其实我觉得真是穿着泳裤合适啊。
哎，这从后场的推进就是过去国安队那种推进方式，是吧？中路倒好了，然后边推上去啊，然后再分到边路再起球。只不过还是那样啊，因为雨天啊，这球你的力道得慢慢的得适应，是吧？慢慢调整啊。你过去觉得这一脚球出去也没问题，现在不是，可能得加点力。嗯。哎，张稀哲来主罚这个角球。各位区域结合盯人的一个角球防守，又是太靠近门将，石正一把球打出来，还是没打起来，太着急了。哎，好球，好球！索萨在进之前又把球拿回来，身后不好打呀。嗯，对，石中国上来。分别啊，你看这是平时的力道的传球，啊，就包括你过人也是一样，是吧？这球你平时觉得我能过去，现在不好过啊。过去我拉球能过，现在你拉不了，这球不好带。哎呀啊！好球，这是于洋一对一的防守啊，抢下了保利尼奥。保利尼奥拉回来啊，确实你要看住他，别让他传球，是吧？另外一个对他的队友接球的时候，注意他往你身后切接应那一球。这个连点做好了，确实现在就不错了。最后左脚把球转移出去，还好李磊上来了。希哲转过身来，陈龙国、张希哲。希哲想打，一看实在是没有角度，再分边，加力传好，又是雷米守卫奇。守卫奇身高1.85米啊！好球！没办法打了。这么打一脚呢，球速有点慢。石文一把球得到，高天意。所以侯永永这个赛季报销呢，就使得高天意现在是正常情况下就没得可换，而且再加上咱们二队的已经在一线队报名的那几名小将啊，现在是受困在卡什干，也回来不了。保利尼奥出来能推了，对，一定要把他看住啊，看着看在你的身前，是吧？你不能让他往你身后出球。另外一个，他出球以后注意他切你身后，这两点看住了。他实际上前场确实最有威胁的就是他，对，是吧？一定要看住他就行了。过去你看马尔康在前面，是吧？球一般也给他，一个他能突破，再有呢，他能做球啊，这跟进的队员要二点。那马尔康今年确实还不错，其实四轮大。对，虽然只进了一个球，但是他在锋线上起到作用是非常好的，而且关键是他跟保利尼奥两个人还是形成了一高一快的一个默契。没错。现在没有马尔康了，现在这一高一快变成单个的一个快，所以对于国安来说呢，保利尼奥必须得回撤接球。原来马尔康回撤接，然后保利尼奥向前插，这个你防起来很难。现在是保利尼奥回撤接，那么你就把他这个位置贴住，我觉得就可以了。对对对，马尔康啊，因为他身体太好，那大个儿接近小2米，对吧？这样的人你真是不好防他啊，你怎么都不好防。你让他这个背身接你也不好防。另外一个高空球啊，他也是你也不好防。所以没了他呀，我觉得相对的俩中后卫呢好一点，压力小多了。你就是关键是今天的于大宝，这两个呢你要看住了保利尼奥的位置，是吧？对，他回接什么时候我要跟出来。因为现在保利尼奥啊一般还找他中间肯定能打透，他是传球。没威胁，对，是吧？你让他分边呀，没问题。但是他起球因为缺少了一个中锋，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包括门将于大宝应该都没什么大麻烦。
那这塞尔纳斯啊，这动作很坏，他还觉得非常无辜。其实这球他明摆着就是冲人去的啊。动作是不大啊，但是这个他是中场最后一个，嗯啊，所以他看着你这个，我这两边啊，横向这两边，他一定不断的要补出来。好的。这样挑过去稍微过了一点点，差一点差一点张宇，这种方式我觉得要更有威胁，嗯，是吧？你要是接好了以后我选择突破还是地稳，对，那就这真不好，干脆我就球挑起来，是吧？连停带过，这一下有稍微有点大啊，那么下次再做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力量再收一点点，效果不够。因为科比队这两个中卫啊，这个潘启明一直是盯这个张玉宁，你在哪儿横向接应，包括你回撤，他都跟着你。对，这犯规了。啊，国安队快发，小兰十一回来主发。这个就是还是场地的原因啊，所以高天一带球的时候脚下这球没控制住。直接远射，哎呦，有威胁！这是来自张稀哲。陈毅足球虽然脱手，但是好在弹得不远。犯规！对，这下曹云金的犯规。这是个战术犯规，河北也是在上一个转会窗口，就是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啊，流失了不少的主力球员，比如赵宇豪啊，董学生是上个赛季就已经离开了。啊，进来打了一点点，对，这时候一定要逼住他。看保利尿，嗯，边路这时候不能太往回收，李雷得回来呀，啊。他的速度还真不错，他只能能看见空档，是吧？队友接过去，这球就能给出来。塞尔纳斯的传中打在了金鹏翔的腿上，嗯。所以呢，你看刚才这球啊，啊，这远射那个，对，远射那个，张稀哲看准机会一脚远射，就这种球啊，其实凌空着打，嗯，现在比你放在地上打要好打。是啊，啊，地滚的其实都不好踢。对。有的人干脆这到脚底下球挑起来，对，对，打凌空球，但是凌空球也是挺不好打的，就球也沉了，还加上滑。过去是什么呀？就是场地不好，有泥的时候，是吧？场地很差，一般都习惯是吧？挑起来是吧？挑起来，我还垫两脚，打打高空，就不让这球在场地里走了，嗯、是吧？球一直飞。这河北队现在的防守啊，真是他盯人紧，这是可能是韩国教练带队的一贯的这个。思路对防守，他一般很多的时候人盯人。哎，机会机会，张玉宁，这不错啊，这球送的也不错。张玉宁因为潘启明一直跟着他，是吧？他这球突然一转身把潘启明甩了，他这球不错。再看看啊，送的这脚，再看看，张玉宁往身后切，啊，这是盲测过去。这个潘启明从他是因为从后边斜侧后方插的，他这球就没辙了。这就张玉宁聪明的地方，他知道自己该往后卫哪边跑。嗯。
斯索萨。国安队在这个二次转会窗口打开以后呢，其实目前完成的仅有的一个转会动作，就是把卢卡斯索萨半年的这个租借期延长到了一年。犯规呢，国安队有七次，对手是五次。金鹏翔，曹远静，于大宝上来了，直接起球到点球点附近投球，但这个球呢距离太远，腰腹呢发力也不充分。索萨在长春亚泰的时候是进过一些头球的，他进攻能力不错，而且也打过远射。你看保林耀又在两线之间，这时候得有人贴他一下。球没出界，保利尼奥要内切，注意了啊！真得注意了，非常危险。最有威胁的河北队前场就是他，对吧？所以呢，防守你不管是后卫线也好，中场也好，注意他拿球的时候。保利尼奥今年27岁，此前效力于葡萄牙超级联赛的波尔图。但是在波尔图呢，他大部分时间是被外租，不算是主力啊。他过来以后，一般让他打右，他实际上是前腰类型的，但是一般用他打右路，就利用他左脚内切那一下，左边用图雷打，是吧？那是河北队去年这么一个类似的踢法。好球，可以跑到边路下去了。这会儿啊，因为禁区那边，是吧？所以这个球最好的是什么？传过来我马上禁区那走，但是禁区那边人，俩人只能在右路呢，还接着打配合。雨看来基本上是停了啊。确实啊，看着球走的痛快多了，不像刚才雨大的，对，是吧？场地呢肯定得还是有点积水啊，那种球就不往前走。刚才是脚脚都不走，现在呢最起码大部分场区都还可以，但是李磊镇守的那个区域可能还得再等一等。刚才 那边有一水坑，哎，水是个水坑。稍微直了一点点，哎，索萨今天这个向前啊真是可以。对，今天这个位置给他摆的，所以我说嘛，上一场还打中后卫呢，这场就打的前腰去了。他刚才那种机会要不要往身后打？他这个拳头，是吧？切的身后，往身后要求他，因为你往他身前打呢，那后卫有充足的时间去抢你。因为今天这场地不好，啊，你带球突破有点难度。他倒的这脚也还可以啊，对，边上来了，你看他这俩边，是吧？边后卫马上过来。又空了，好的，这是索萨回来帮助防守，断了这个球。索萨在后场组织，有人，有人，有人。其实刚才。
才之所以对手能快速通过中场形成对我们球门的压力啊，就是我们在前场的逼抢统一性做得不够。没错，对于接球人的那个点，我们没有第一时间去限制，让对手从容的接起，再传再接。对方就是手转攻那个瞬间，是吧？他的组织呢，实际上很顺畅啊，就是国安队一般没在前场就不说了啊，中场实际上也没怎么抢的啊，就基本上我要往回退，哎，他组织到前场，到前场，后场队员能上，是吧？啊，但是那个时候还是刚才我讲的，他今天呢，实际上就是保利尼奥威胁大，你把他看死了，对，他的进攻线其实就没什么威胁。哎，冲过去，老于，冲过去，老于，这个危险，抹过来了，这非常非常危险，对，就是没打好，这是很危险。靳鹏翔刚才在边路以一敌二把这球还给拿下来，这个非常不错，但是出球那一下呢，又出了点问题。对，马上抢啊，这是对的啊，跟住其他几个点再抢，再看一下啊，远端那个不能，他右边那是谁呀、啊？谁接上去了？还是保利尼奥扯在那儿了？还其他队员是吧？也要看着啊，就是一抢那个瞬间啊，大家要集体行动是吧？对，把他前面接着所有的点全马上就给他看住，就是姚旭晨那个点。我觉得刚才这个无球的这个时刻的站位啊，国安队今天这个阵型打的有点像4231，是啊，是吧？高天意跟池忠国是后腰，嗯，索萨是前腰，张稀哲是左边，曹永静是右边，嗯，然后前面顶一个张玉宁，对啊，对，他中场必须得拉回一个，他一个人在后边防守是保护是不够的。那个这谁也是一样，华夏也是一样，对吧？他一推手也是俩人回来，就是王秋明也要回来。你看他进攻王秋明上啊，就是三十大四王秋明两个人啊，他两个人保护就好多了。嗯，这个所以比利奇跟金钟书呢，他们在赛前互相对于对手的这个研究，我觉得还都是挺充分一块儿抢，你看这个球，他比平时还是会走得慢，走得慢就得接近点，对，是吧？接着的人都离太远。左边空来，好的，左下推给李磊。李磊，高天意，高天意磕，还回到高天意。中路直接 C， 这一下被对手干扰出来。王秋明向前，哎，这一下没铲到球。高天意要给他姚旭晨。上半时的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了。上半场比时一分钟。这个地方犯规啊！四个球，四个球，
就是像保利尼奥这个能力，其实应该多一个人去帮忙，帮一下池忠国，这应该有个夹击。你要看我阿姨家。上半场已经打到了伤停补时阶段，这是应该是河北队最后一次的进攻机会，这是一个任意球啊，距离球门大概有30米远。塞尔纳斯来主罚，直接打完，打得太高了。对，好了，这样呢，随着这脚任意球射门的高出，裁判员唐顺奇也吹响了上半时比赛的结束哨。那么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呢，北京国安队和河北队是战成了0-0，应该说场面上双方都有机会。而这些机会呢，可能大部分也是被这场瓢泼大雨所吞噬了，所以双方都没有能够取得进球。现在雨基本上停了，等场地再干15分钟，相信下半场的比赛会更加的精彩。我们为什么需要开拓者？因为共同创造的奇遇胜过独享的野趣。把万里狂沙穿在身上，胜过滤镜美颜与盛装。世界再大，也是开拓出来的。SUV 就要开拓。雪佛兰开拓者，美式大七座 SUV。雪佛兰，梦创未来。随行一路通行，晴晒下线，云朵出没。今天天空阴沉，湿比较大，白天的闷热感还是非常明显的。雨水善解人意，准备造一波气势，打压气温，给京城带来清凉。今天夜间将会有小到中雨，并伴有雷电，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雷避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开车要注意交通安全。未来3天雨水会一直是常客。明天阴有中雨并伴有雷电的天气，18号将会有雷阵雨，19号阴沉的天空，北部地区夜间也将迎来小雨。气温方面非常给力，像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将会大幅下滑，在27度上下，体感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进入7月以来，北京已经连续多次出现了强降雨，山区和浅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提醒大家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地带游玩，提高强对流天气和次生灾害的防范意识，保证好自身安全。模拟突发环境事件，立马启动四级预案应对，不打招呼不通知，切实考验应急处置能力，能够快速反应完成应急响应任务。现在丰台区有一个突发环境事件，下午13:55发现了有不明废气液体，然后现场呢有部分的遗洒，现场还发现了一个气体钢瓶。现在您看到的是由我市污染源管理事务中心为提高全市各区应急处置能力紧急拉动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此次接受演练的考核单位为丰台区生态环境局，在接到模拟事故报告后，事故信息被快速传递至局内应急事件决策层级。发现一个箱子，疑似有一个放射性的物质，啊，请您指示吧。那是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收到了，马上通知应急小组，立马启动四级预案应对。我们马上到楼前集合。应急预案应对措施启动后，根据现场事故信息，丰台区生态环境局出动了由环境监察、环境监测、辐射处置三部门组成的应急事故处置小组，并完成集结到达现场。此次演练采取不打招呼、不提前通知模式，尽最大可能模拟突发环境事件真实情况，要求处置队伍快速分辨污染物种类，并考验处置流程是否符合标准。到达现场后，根据前期环境监测部门勘查，处置小队迅速穿着相应防护等级防护服进入现场。指挥部，指挥部，辐射热度报告，辐射热度报告，在院内新南角找到一枚放射源，核素为U152，剂量率为1.28微西弗每小时。报告完毕。经过处置人员现场检测，分辨出放射性物质种类为U152。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类似情况，无关人员应快速远离现场，并向相关部门报告，避免围观，减少不必要的身体伤害。本次检测性应急演练从水、大气、辐射三个方面考核区应急队伍对于突发环境事件的处置能力。现场，丰台区生态环境局应急处置小组完成了快速到达集结、分辨污染物种类、水和大气污染物采样分析等多个考核项目，应急处置能力达到考核标准。通过演练，我们发现各区能够快速反应，指挥程序清晰，职责分工明确，能够完成应急响应任务，对现场的设置的废水和不明废弃钢瓶、放射性物质都能快速进行处置。下一步，我市污染源管理事务中心还将采用同样无通知模式，对于全市各区持续开展检验性演练，进一步提升各区应急综合处置能力，确保我市环境安全。越野的人世界越大，美式大七座 SUV 雪佛兰开拓者邀您收看精彩赛事。那这场比赛呢，确实上半场有很多算不上精彩，但是我想呢，对于足球比赛来说会有些意想不到的一些镜头，这完全是因为一场瓢泼大雨造成的。上半场的比分0-0，我想在这么一个特别的天气之下呢，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比分。不过从刚才一些技术统计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国安队其实在攻势上啊并没有完全占优，控球率应该是占优的，但是从这个球场三区的这个分布来看，好像国安这个部分好像这个占的比例比我们进攻的比例还要大一点。没错啊，这个河北队的确之前的比赛打得就不错啊，今天呢，我觉得这个教练在之前的比赛给这支球队带来的变化是什么呀，就是他防守的这种逼抢的力度非常强。另外一个他是一个很积极的这种进攻的打法，就是有球了以后马上他的进攻就上来了，后场也敢于参与到前场。另外一个他的一些配合呀，其实打的也都不错啊，只不过他现在的进攻方式不一样了，跟过去对吧，过去他有个大中锋，哎，他可以围绕他去打，但是现在呢，他可能要打的是一个假九号，对吧？对对，他这么打呢，可能威胁我觉得可能小一点，比那个啊，但是他的攻到前场的这种进攻给你的压力实际上一点也不小。对啊，所以我感觉上半时国安队可能面对对方这样变化的进攻方式的时候，非常限制住对方了啊，但是你会感觉出你压力是非常大的啊。另外一个官队的进攻，我觉得是什么呀？因为今天他也是有一些位置是有一些变化，左边路进攻强于右路，对吧？右路我觉得就是金鹏翔跟曹永京两个人打的这一边，因为曹永京拿球呢，实际上他习惯是要内切，左边能够让出来。对啊，但是这边的进攻的这种力度不如这个李磊这一侧，是吧？对对，李磊这一侧中路倒完了以后，正面进攻打不进去，实际上更多的还是要通过李磊边路插上去，分过来以后再起球这么打的，是吧？那你这一边呢，下半时我估计对方就知道你是这么打的了，可能这一边给你的防守，你的顶住你，顶住你了，对啊，所以这会儿国安怎么调整？就是你两边一定要
更多的要都打起来啊，不能只打一边，然后右边也要强起来，这样我觉得对方防守可能难度就大了。嗯，那从目前国安队排出这个4231的这么一个情况来看呢，那高天意跟池忠国两个人是在后腰的一个位置上，但是呢其实两个人都没有非常明确的分工，说谁去盯这个保利尿。保利尿一直是在前卫线跟后卫线中间这个位置在站着，他那个站的位置反正他也很聪明，对对对啊，一直是个空位，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不能一直出现，我们既然有双后腰，至少有一个人要对他有一点照顾，让他至少让他接球不那么顺畅，那么这个是在阵地战的时候，那么其实在反击当中呢，那河北队其实前场呢是派出了三个速度都很快的球员，两个年轻球员，一个廖伟，一个姚旭晨，一个保利尿，保利尿是负责最好是他第一点拿球，然后他往前去输送，那么我们好像在几次追防过程当中呢还是显得有一点狼狈，你比如说保利尼奥从于大宝身后套过去那个球，对吧，就是也是对手啊这么传，那么像这种防守，我觉得下半场可能出现的场景还会比较多，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呢？手转攻的时候你要注意的，对吧，就是手转攻的时候那个瞬间你一定要注意保利尿的位置啊，他是往你身后准备接你身后呢，还是撤回来以后接球，他等着队友他，然后他去传球，是吧，这会儿你一定要做好准备啊，所以最好是什么呀，就是手转攻马上把他这个点给看住了，是吧，不管是这个池忠国也好，还是一个中卫跟出来也好啊，要看住他这个点，只要他给冻结死了，那我觉得他在手转攻的威胁其实就下降了。对，另外一个要注意什么呀，他两个后腰接应上来两个后腰王秋明一般接应的要可能力度大一点，对，他接应上来有球以后，保利尼奥可能接的时候就要掐你身后，你要注意他往你身后打，对吧，对，他上半时实际上打了一次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注意的是什么呀，国安队就是防守的时候注意就是保利尼奥这个位置啊，他是在你身前拿球呢，还准备切你身后，这是上半时的一些集锦画面啊，那么这个开场以后确实任意球给国安制造了威胁，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球，这保利尼奥从于大宝身后绕过来的速度更快啊，他是接到了廖伟的传球啊，没错，是完成了，张辉还是廖伟，对啊，是反正是一个年轻球员完成了这么一次非常漂亮的进攻，这样球当中我觉得国安还是按照自己的进攻套路在打啊，这会儿呢我觉得威胁也形成了啊，也有一些这个有威胁的传球，包括你控球也有，但是问题是今天的场地不允许你，是吧，所以你有的时候传球可能威胁性下降，啊，所以这会儿要注意什么呀，就是你在进攻停止了以后啊，对方持球马上要手转攻的时候，注意给他施压，是吧，不让他组织起很好的一些配合来，而在进攻方面呢，我想我上半场呢至少前一半没有什么好总结的，因为你这个态度这个天气太极端了，国安队擅长的这种地面的这种推进是完全发挥不出来的，所以你没法评价它的好与坏，下半场场地干燥一点以后，我觉得国安进攻是稍稍有起色的，你比如张稀哲的这叫远射，没错，侯森上半场呢做出了至少两次非常关键的扑救，保利尼奥这一次在右路的内切以后左脚的打门也是给国安的球门呢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在极端条件下进行的这么一场比赛，那么上半场呢双方都没有能够取得进球，那我想从整个阵容的表现来看呢，索萨来到了一个新位置，那过去打过后腰打过后卫，今天来到了一个前腰的位置，您对他怎么评价呢？我觉得进攻上实际上他能接应上去啊，但是他能不能真正的起到这种核心的作用，对吧，这个难说啊，所以我觉得他在下半时的时候他要注意什么呀，因为我觉得高天意进攻是不错的，对，是吧，他打边包括打中路都可以，所以索萨更多的要是不是要接回来，然后让那几个队员上去，这样的话才好呢，是吧，就是他一个是回来以后能帮助池忠国，另外一个我要不要把这个帮助池忠国去防守一下这保利尿，对，是吧，对对，从这儿能够拿下球来以后，然后呢适当的出球以后再接应，是不是，我觉得是不是更适合他现在这种特点，对对，上半场在禁区里面确实有几次攻门的机会啊，不管头顶还是脚踢，那索萨呢其实还是展现出了一些威力，不过好像他对这个位置还没有完全的适应，看看吧，这个下半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赛进展，我相信场地更干燥会对国安队更有利，那接下来我们等待下半场比赛的开始，
雪佛兰开拓者，邀您收看精彩赛事。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收看我们为您直播的2021赛季中超联赛第五轮的补赛，北京国安队对阵河北队。打完这场补赛之后呢，双方就正式进入到第一阶段的第二部分的第二段的联赛。第一阶段我们指的是1到14轮，这个按照足协的官方赛程呢，这个叫第一阶段。那么由于国家队的四十强赛最后四轮的比赛呢，第一阶段又分为前五轮和后九轮啊。我们看到郎征啊作为领队，现在在布置换人，尹洪博要上场了，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变化。嗯，看看他换谁啊。李洪博在国家队的最后四场比赛当中呢，每场都是替补出场，但是打的还是相当不错啊，完成了两次的助攻。当然国安队的六名国脚啊也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看廖伟这样应该是个对位的一个换人。他是前场多个位置都能踢，嗯，是吧？他一让他打边路呢，他有的时候边一上他迂回到中路啊，他还是得迂回到前锋的身后接球。对，雨还是有点稀稀拉拉啊，但是比上半场开始的时候那会儿已经好多了，最起码能睁开眼睛了。目前呢这个组的积分形式是这样的，国安队6分，前面河北队是积8分，也就是说国安队这场如果取胜的话呢，这积分不仅会超过河北队，也会超过已经赛了5轮同积8分的申花啊，国安队有可能会暂时来到第三，但前提是你得先赢。保利尼奥跟张成栋啊有一点姗姗来迟，好，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上半场呢是打成了0-0平，这是尹洪博在下半场比赛他是替换廖伟披挂上阵，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唐顺奇。下半场尹洪博上场啊，实际国安队还也得注意啊，因为你上半时可能我一直在讲，可能他前场最有威胁的就只有一个点，嗯，是吧？就是保利尿那个位置啊，不管他居后接还是他扯边路接球，下半时尹洪博上来以后，这个点又增加了一个啊，这个也不好防，所以真是得注意了。对，啊，助理裁判还是举旗了啊。这下高天意呢是有一个无意的手球，这是边后卫和中后卫之间的空当啊，被对手插到。看看这个，张稀哲，张玉宁，你看他的防守，他很注意你走整攻的时候，这种进攻是吧？他马上就说抢你。把你的人全都得死了。这个，如果下半场这个开局啊，这千万要注意，不能被对手打出气势来。好的，保利尼奥回传出现了失误，国安队在前场有一个3-3的机会，啊！哎呀，这还是场地呀，是吧？这就给他给小了啊。
按说是一个很好的脚下球。嗯，保利尼奥啊，传出去再跟一步，这个球于德宝上就对了，是吧？刚才没跟出来，等再接就得上去了啊，不能让他把球拿好了。这肯定是个犯规动作，而且是要掏牌的。潘喜明啊，潘喜明跟着一直跟着于张玉宁，是吧？上半时就是跟走哪儿跟到哪儿。这次背后这个犯规是吃牌了。这就直接冲着脚后跟去的呀！哎呀，自己可能还受伤了。嗯，哎呀，不行了，要换人了。对他这防守啊，刚才我一看这个，这防守动作，确实自己也容易受伤。哎，啊，也容易把对手踢伤了，何苦来的呢？真是啊，你会防守的呀，就。不用做这些动作、嗯、国安旧将丁海峰上场。嗯，丁海峰上场就意味着是不是张成栋得收进去了？张成栋说打中卫。何立刚，何立刚，他确实也没有人能打中卫啊，是吧？对，丁海峰其实这一赛季开局的时候，这个真是挺背的。第一场比赛已经奏完国歌了，就做了一个热身动作，结果把自己拉伤了。哦，潘喜明现在暂时还是回到场上啊，坚持踢几分钟。李洪博挑起来给他保利尼奥，保利尼奥还是把球控在脚下。这个时候呢，张辉的前插跟保利尼奥没有想到一块儿。其实刚才那次进攻也是非常有威胁的，国安队还是得敲响警钟啊。池中国突然一个长传，这球没有越位，张玉宁切进去，哎呀，哎，点球，点球，裁判员向池文一出示了黄牌。这是张玉宁突进来的以后呢，一次巨大的威胁，池文一出击绊倒了张玉宁，裁判员唐顺奇判罚了点球。这是来自池中国的长传、哎、这次张玉宁是从梅米舍维奇的身边啊、哦、直接套过去。嗯，哎，再看啊，这确实是碰到了，是啊、嗯、确实是碰到了。来看看啊，张玉宁传球，哎，对，嗯，点球现在巴坎布不在啊，由张玉宁来主罚。张玉宁来主罚点球，池文一还是在投诉裁判员对他刚才那个犯规的判罚。有没有呀？你看见有没有？关键这个进攻啊，打了一块。对啊，而且呢，张玉宁是离开潘喜明那一侧了啊，潘喜明那一侧了、啊嗯，所以在这边接的时候。这个跟刚才他这个换人没完成有一点关系，嗯，是吧？嗯，有一点关系。打完球进了，球打在边网上，非常刁钻的角度，而且呢，池文一也判断错了方向。张玉宁罚进点球以后，他的个人本赛季的中超联赛的进球数也是来到了，哎，这是他本赛季第一个中超联赛进球。对，这是本赛季张玉宁第一个中超联赛进球，此前他贡献过助攻。终于破荒了，很重要的一个点球。北京国安队进球，进球队员是他这个换人完成没有啊？刚才是没完成，因为潘喜明还在是啊后头，嗯，那就是没换是吧？还是没换啊？
刚才那波进攻啊，就是完，刚才送我那送球的我没看清楚是谁啊，这脚球送的池中国，池中国送的是吧？池中国，哎，送的真好，进禁区了，而且这个张玉宁把身子侧过来了，是吧？侧身接，还现在换，现在换还换的是张辉啊，还不是潘旭，换潘旭，刚才就没看，是吧？那也就是说换张辉换上一个边后卫，那就是看看怎么调整啊。丁海峰会不会打边，然后尹洪博上中间去，对，是吧？对，丁海峰有可能打前边啊。身后打，又是一个身后 啊，这种张玉宁去要，对，要是身体了，就是潘喜明要是上身体，他就得注意，对，因为他背了一张黄牌。嗯，其实是张玉宁站到身位，嗯，对吧？这个球，这球前锋这样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对，是吧？你如果手，除非你手上有动作，嗯，有潘喜明这家伙摔的还挺难受啊，是磕着膝盖了。等一下啊，好的，哎呦，他是磕着膝盖了吗？按说摔的时候是不是他这膝盖拧了一下，可能是掰了一下吧。张玉宁显得也非常的紧张啊，可能这个伤还真是不轻。可是刚才那几个慢动作看好像没觉得有特别严重的这个扭曲的这个关节。哎呀，这种密集赛程之下再出现伤病，是啊，确实太。今儿这天儿，实际上今儿这天儿呢，大家都得注意点。对对对，都得注意点。嗯，重心要降下来。嗯。比赛打了55分钟啊，现在潘喜明可能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伤病。再看看啊，这是刚才张玉宁那一下，对，裹进来了，切进去，嗯，所以就没辙了。所以点球也骗过了池文一。嗯。不过现在你看啊，这梅梅舍维奇可能防守还真不如潘喜明，嗯，对这赵远京盯防有经验。对对。之前一直他盯他。不过刚才他跟潘喜明在角球区附近的这个争抢，我觉得张云动作没有什么问题，嗯，啊。他潘喜明如果是右脚踢球的呀，嗯，他在这一侧跟他这个俩人身体对抗的时候啊，嗯，他左脚这边吃不住劲儿，对，所以呢很容易撞飞了，嗯，是吧？如果你重心再高一点的话，胡人天要上，胡人天要上，胡人天上，这个都是针对潘喜明的换人吗？这个这都不是一个位置，是啊，嗯，但这潘喜明关键是看样子是踢不了了，对呀，啊，是吧？啊，嗯，看样他得打固定，踢不了了吧？他得打固定。希望没事儿啊，嗯，刚才因为撞了一下，人确实是出去了。对，这一下这个关节是怎么膝关节是怎么他刚才啊就是身后踢张玉宁那一下自己那个伤可能也还没太好利索，应该也是关节的问题。改掉身后，曹远京，什么球？角球。
这边改到角桥，另外一边呢在换人区有换人。这会儿看郭亚峰在打左，换下36号哎，把这个换上11号给换下了啊，文天。潘喜明受伤下场，换上胡人天。好人，这个怎么变啊？那就是张文栋肯定是应该是打中卫去了呗。对，先打一下右后卫，这个胡人天，是不是啊？还是欧旭晨回来打？刁玉成还在上呢。浑天回来打，回来打一个。21号是谁啊？21号是这崔林啊。崔林站这打右后卫啊。崔林打右后卫来了。张栋回去收回去打中卫。崔林跟刁旭晨打右边是吧？这是浑天。哎，注意，浑天传到中间，李大宝在位置上。好的，曹禹阳，干净啊！好球！越是在这个时候呢，比利奇越是对场上队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啊。这个时候该是大家紧张起来的时候，不能有一点点的松懈，因为比分现在领先，但只领先一个球。这一点还是要拿。李洪博。梅米舍维奇现在整个河北队都压上来了，梅米舍维奇都进了进攻三区了。他也是禁区内为中锋，他也难受，对，是吧？他不知道，没法打，找不着目标。永博，永博上呢，这保利尿可能回接的这种次数就少点了，是吧？我有的时候会顶上去。那国安队是一个防守态势，这个球裁判认为没有犯规。保利尼奥、尹洪博、塞尔纳斯、张成栋。你说，即便像任航、赵宇豪、什么董学生这些球员走了，就现在剩下的这个班底，河北队也不算太差，对吧？是，对，在中超是一个可以打的一个阵容。张成栋，哦，看这球立起来，中间没有人，李大宝的解围球，这段时间有点被动啊，一直被河北队压着打，我们对第二点的保护需要加强，靠近他。对着危险，注意丢球丢得太快了。关键还是一接球啊，要迅速接应，是吧？啊，要拉开去接一下。哎呀，因为他反抢非常的这个快，是吧？丢球马上就抢。这个呢，如果你没人接应的话，我拿球了，这球出不去就真是危险了。
所以不得不提醒国安队，在上个赛季啊，仅仅就在上个赛季，我们在领先两球的情况下，还在伤停补时被对手追平过。那么这种被动的局面是必须要得到调整的。那今年我看这个金钟富确实他的要求啊，因为头几场球我看了两场，确实他丢球的反抢啊做的就非常快，对，是吧？而且机灵，必须得拼出去。但是他现在的问题就是没了马尔康以后啊，他这个进攻效果危险了。这个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漏人啊，在禁区里，居然王秋明在一个空位上。侯森也在喊精力集中。对，这球是一小球送进来了，这危险。王秋明作为后腰插上来，他应该相应位置上有人跟的。这显然是有人没跟。王秋明过去呢，他习惯呢还真是爱在这儿接的啊。他进攻的时候，你别看他有时候说是打后腰，实际上他有球就上来。一般顶的位置呢非常靠上。李磊跟保利尼奥，平出上来，对，先解围出去，陈中国把球打出去，要也还是要接这球，还是因为陈中国拿球，对，球接啊，好的反击出来了，这边曹永静。这是曹永静的特点，他需要一片开阔地。曹永静传，这球线路有点长了，就应该传近处。快点回位置，这个时候确实是在一个体能的瓶颈期啊，特别是，雨天的踢球，虽然温度会凉爽一点，但是场地软。这脚打得不错啊，你要送得太深了。现在的注意是什么呀？他肯定把边往上推，是吧？就是他尹洪博跟保林将接球呢，从中间接的时候，边路肯定上啊，注意他往边路的分球。再有呢，这个就是你正面从正面的渗透，实际上打得并不好啊。但是你要注意什么？他后场队员的前插，是吧？因为他没先锋，他后边必须得接上去。曹永静下，王子明上，对，这个是比利奇的性格，就是我现在看上去我防守吃紧，但是我调的一定是前锋线，我需要前边给对手更多的冲击力。这样相应的是不是阵型也会变成442了？对吧？中场是个菱形站位。好了，王子明上场第一次触球。西哲来到了前腰的位置上，索萨回到后腰啊，高天翼是在左侧，池中国在右侧，控球率各50%啊。这个在国安的比赛里面很少见啊，我们通常都要高出对手15%。河北队实际上刚才落后以后啊，他这一段球权基本上他掌握啊，他在进攻啊，所以我觉得控球队这一段他上来了。反正现在这换人呢，他如果还打4312的话啊，这就是我要把这个主动权抢回来。但是现在你防守的时候注意边，是吧？注意对边的保护。来看看这球危险啊，非常危险。后抽的是，这真是他要中锋的话啊，这个球基本上我觉得打进了。对，他也就是真是没中锋。所以国安队现在位置得站住，对，把球摘出来，对手抢得非常凶。
但是，哎呀，这个球传得太深了。给了谁一张黄牌？补了一张黄牌。这个应该是张玉宁被对手给算计了一下。镜头没有交代清楚啊，不知道刚才出现了什么情况。于大宝正在跟裁判交涉。这一下啊，张成栋，张成栋来了一下，张成栋在断球的时候，这一脚啊扫到了张玉宁。这位张玉宁，因为张成栋现在打中卫去了啊，对，所以呢，他们俩跟没给他那打补的就是潘喜明那个位置，嗯，他重点肯定他是看这个张玉宁。得上一前锋，现在反击的中路是吧？在前面的优势就有了。张玉宁拿球回过头来，已经观察到了，哎、漂亮！前面王子铭向前，面对两个人变向，哎，晃倒了塞尔纳斯。这边张玉宁再拨给高天意，高天意地下没停到，高天意外脚背，哎呀，这球打不上劲儿，对，是吧？但是今儿这球也，今儿这地场地球。嗯，多上了一个前锋啊，这还真是，因为刚才呢被对方这个压着打是吧，你反击呢可能点也少，人再加上人家你一个点人就可以看住了，对，是吧？因为你这俩边呢实际上不是那种就边锋类型的，对吧？你所以你的进攻点基本上就是集中在张玉宁这儿，所以再上一个，这个反击的力度大，好球。这会儿你再往前场一看是吧，至少我觉得有俩点传，你可以马上控好球啊，李磊！地下停的没法射门啊，没关系，后边跟上。哎呀，多余了吧，有点可以自己打。张继德接到，看看他手转攻啊，反正现在在还是这反抢得强一点儿，给他突了啊，但是他没有，哎呦，他确实是、哎、他向前传球现在没有深度，对，没有犯规，没有犯规，啊，差一点儿，有点脱节了啊，关于你有点脱节了，现在呢，确实需要大家咬咬牙的时候。这对河北队的问题还是这样啊，他没有纯正的前锋是吧，所以呢尹洪国跟保林耀回来，他后边如果没后上的呀，他真是没法往前打。是关键是从边路走再有后上的球员出现是吧，对，尤其是王秋明。哦，保林耀非常聪明，对，两个人夹击把他防守下来，侯森，但是中路正面要挡他一下，上个太危险了，大门，哦，不能让他往禁区内吃球，是吧？上个赛季最后阶段就是张成栋插上、嗯、啊，在禁区前的一脚射门，防守其实。就是在对方进攻，我觉得还是国安队现在这个体系呢，防守起来有些区域可能会吃力一点，是吧？啊，要不要还是双后腰在这防守好啊？因为刚才你看在中路很明显，就是这尤其是后上的，真是没人看，或者你顶不住的。对，好一点的，就是他确实是没有前锋在禁区内，是吧？他们缺一个支点。角球！
到底是什么吹的谁呀、啊？你看，就是一个角球，就是一角球，就是一角球。啊，这个因为守卫席可能是觉得这是不是有犯规啊？对，对对起来过去嘴里念叨两句。角球四对二啊，国安四次，河北两次。哦，哈哈哈，这个是有点诚心的这个动作，这是梅米守卫奇跟于大宝这火钱没消的诚心，在这个争顶角球的时候，完全用身体压住于大宝。再看一下啊，嗯，这个我觉得这梅米守卫奇这没必要，是吧？对对对，你争头球可以，但是你别手上有动作。这是带着火的这个。比分落后，这也确实可以理解。而且老实说，河北队整场比赛内容踢得非常好。嗯，他丢球刚才那一段也还不错啊。对，这个国安队因为体系调整了以后啊，有那么几分钟，现在呢他收回来啊。但是反击刚才这波进攻也不错啊。他唯一刚才我讲了，他真是缺一前锋。对，有一支点他现在真是好多了。老实说呢，其实。上个赛季我要没记错的话，河北队跟国安队的这个对抗好像控球率也没吃亏，嗯，也没吃亏，当时谢峰谢指导带。好球啊，赢过还有机会。那王子铭，王子铭一对一，一对一，哎，两个人夹击，这球还是断下来了。重新断回球权，又交给王子铭，就是王子铭有劲儿啊。徐中国，高田毅好像也跑不动。旁边，嗯，哎呀，丁海峰，哦，非常危险，这个直传斜插没领到啊，这要被胡人天领到了就非常危险。嗯，他的走边上去啊，但是他因为还是没前锋的原因啊，所以边上去作用不大，他没法起球，所以他还是习惯是什么呀？保利尼奥、影红博回来以后。啊，利用后上啊，边插的，然后呢打小球往禁区内打，这个我觉得是你想打成了，反正很难。嗯，啊，你不能说没机会，啊、应该还是有机会。胡人天直接踢倒了池中国。出脚慢了，好球！右脚！已经77分钟了，张稀哲的组织。高天毅，哎，你说队友的位置想当然了，想一脚是吧？尹洪博特别聪明，嗯，他就知道你高天毅这时候接球啊，嗯、肯定你只能往这儿打，哎，只能往这儿顺。
海风上来了，还是打小的。对，需要收缩的空间，危险啦！哇，这脚球打偏啊，真是救了国安一命啊！你看看啊，传中，哎呦，这个球，你就说这是解围，不如说这好像是不是打在腿上了，是吧？本能的一脚，这球没打好，哎呦，有一个反弹，是吧？前面那一下打那一下，这于大宝反应不过来了。哎呀，这球打的啊，力量十足，就是偏了一点。如果在门柱范围里面的话，后森根本来不及反应。在左肋部这儿啊，老有不断的有这个河北队的队员在这个位置接啊，后上从那儿接，然后冲门前，是吧？咱现在打高球，因为他还是没前锋啊，他不玩高球。河北还在换人，姚旭晨准备下。38号是张威，这又是个123啊，还是冲击力十足。在河北队前场，看这个他会不会顶在锋线上？他是前锋，是吧？对，他是前锋。河北队前场，河北队换人，换下魔鬼当家姚旭晨，换上38号张威。就是大概金钟福看到河北队已经控制住场面了。所以现在需要禁区里有一锤定音的人，是，你看是吧？他得上一，他刚才的问题就是缺一这个，一个支点，另外一个刚才反击进攻的时候他的深度没有，对，是吧？阵地进攻呢，他缺一个高点。国安现在需要重新把球权拿回来啊！张稀哲可以打一脚，张稀哲，这点躲得很关键，这是谁躲的？对，这是塞尔纳斯。你缩不上这一下，张一哲这脚球基本上打成了，对是吧？就是因为他上了一下，堵了这一脚。对，先把球控在脚下，别着急啊，我们不能再轻易丢球了。好的，好的，张稀哲。这就是他那个塞尔纳斯回不来了，慢慢往回溜达，只能中卫帮忙。球传好是吧？对。这样，因为你人都在前场，这丢球可真是麻烦。说着说着就来了，好球，好球，非常漂亮。哎呦，这一大接近，哎，点，哎，是吧？是吧？是点球吧？是是啊，这是于大宝突然从红白插上，哎，我还说呢，我说这个球，对，这么给这一大斜线跑过来，这是谁能把这球拿好了？于大宝的突然出现，于大宝怎么忽然跑这儿来了？就是他一个断球，这个球吹也没办法，这肯定是一个犯规，是吧？这啊，这他一断球，然后马上就上来了，是吧？对，他断完球以后直接自己就随着就跟上了，自己打中锋的那个，对对对，他有这个意识，哎，他有这个空间概念。这球还是刚才犯规这个队员上的一下慢，是吧？这一按说这一大接线，这个他不太好接好这球。好，金泰妍上。金泰谁下呢？没完成，先不换。先不换。先罚完再换。这次是换张稀哲来罚。比赛的第82分钟，国安队获得点球，张稀哲来主罚。
梅米舍维奇还要上来来施加心理压力，石文一可能还在期盼着视频助理裁判的查看。没问题啊，视频助理裁判查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没错，刚才咱们那回看那镜头，实际上已经很清楚了。对，一大网拿到球了。张稀哲打中落球进了，稳稳的。这球打的有点意思啊。对，这个张玉宁、张稀哲两位国脚，两位在世预赛当中都为国家队进球的国脚，也在联赛恢复以后的第一场比赛当中都为国安队建功。有意思的是，两个人全是罚点球攻破河北队的球门。石文一这一次判断的方向呢还是不对啊，但是他是跟上一次相比往相反的方向扑了。不过张玉宁这张稀哲直接打了一个中路，你往哪边扑都是不对。换下十号张稀哲，换上十八号金泰妍。换了，对，换完了啊，这个换的就是张稀哲。刘欢啊，应该还不会上，就是金泰妍换的。对对对。这是不是改三中卫了呀？北京国安队进球。这个现在不光是要保持身体健康，三天一场球啊，然后保持体能，保持身体健康，也得保证少吃少吃玩儿，对吧？虽战斗减员少，对吧？现在这赛程太密。有指点了，就多往禁区内起这种球了啊！但是我觉得现在不好打。张成栋也上来了，进攻。又来一张黄牌，给了啥？给侯森。哎呀，裁判大概是觉得呀，连判两个点球，多少河北队是很难接受。但是侯森就高天意那个，我觉得是属于阻挡对方快发球啊，我觉得是还有道理。侯森这个确实有点着急了。河北队呢，实际上问题就在这儿，就是他现在马尔康走了以后，那没前锋了以后，他的进攻效率低，对吧？他前面你说配合呢，打的都没什么大问题，是吧？空转手他也做的还不错，但是你进攻效率低下，那就没办法，是吧？关键人家打两个快攻，人就拿两分。特别是刚才比利奇那个换人，实际上，哎，有点意思，是吧？他看着被动的时候，他不是说我就守想守这一下，对，他不是，换了双双前锋上。应该说，于大宝制造那个点球呢，确实一下子稳住了军心啊。那之前国安队非常的被动。又有换人吗？李磊，这也是国家队的球员。高天意没换下，杨帆准备上，这会儿可以上一个后卫。哦，不是杨帆，不是那个。
核准，对，核准，核准，对，基本上必须得有123，对对对对，123的啊，对对，还是个正常。何振宇穿上了三套留下的28号。这江涛又重新回到了队伍当中，这是在转换窗口当中呢，国安队又有刚刚完成的一个动作。非常好啊，这小球不错。这停这一下多余了，因为前面确实可能没人接，嗯，是吧？您也说我这拿一脚，你一拿着球在内线，在你右脚这儿，你就跟不动了。因为现在何伟真是踢得很硬，他是，他呢，他这个金钟书来了以后的改变，有一部分是这样，嗯，是吧？他的高位逼抢啊，是吧？他那种反压呀，确实他厉害。但是他这头四场球确实，他前面有一个好前锋，他这问题都解决了，他成绩有保障。但是他这问题还得想辙啊，他没前锋不能这么打。张总现在干脆就压在前面，不用说。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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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已经来到第89分钟了，场上的比分是2-0，北京国安队领先。哦，他这个上来的38号张威啊，踢到后卫了。嗯，哦，球打进了。塞尔纳斯，嗯，塞尔纳斯，哇，他是有这么一脚啊，嗯，是吧？第90分钟，他前两个赛季可是有过这样的进球啊，他的远射。对，再看看啊，哎，还自己摆脱了，就在弧顶这儿，是吧？这个不应该呀、啊。嗯，这个防守他那是谁呢？没看清楚啊。不是最后于洋这一下，他前面有，不是于洋这一下，对，前面没跟这个被摆脱，这个不应该啊。还好，现在时间不多了。这个需要我们全队还是得集中注意力，而且再给出一点强硬的态度来，不能让对手就这么起势，因为现在毕竟才刚刚90分钟，伤停补时啊，伤停补时还会有一段时间。拿住球，对，我们先得拿到球权，控球才是最好的防守，别着急起大脚啊，大家还得用跑动呼应来接，对，没错，多接，嗯，这个，但是河北队的就是他逼抢啊，丢球以后的反抢，他这一点确实他头几场球做得好，要接，边刚才那一下，太着急了，刚才那一下右后卫是不是金内岩在那边，应该接上去，球出去了，就是因为他那球没出去，那么大的空当没人接，他只能往前打，但是那个点人家看住了。伤停补时要有4分钟的时间，哎，这会儿别给他定位球。再有呢，还是要注意什么呀？他后插的这几个，是吧？后插的这几个。对。张振东是不是还在禁区里边呢？好的，迟永国这时候要稳住，对，给近处。哎，怎么了？反击，因为现在啊，这个王子铭很多都是防守回来了。所以前面就是张玉宁，所以他就是看住这一个点，对吧？挤住你这一个点。抽筋了，嗯。抽的非常严重了，有可能，有可能，因为他今天跑的确实多，对对，是吧？有球冲刺接，无球还有防守，尤其是这个上半时跟潘喜明那几次，这俩人直接的这种对抗。因为这一下确实抽筋抽的是比较严重的，
斯的圆球，这是哎塞尔纳斯左脚的吊圆，确实够吊啊，吊的真吊。被他过掉那一下，是造成这个失球的很重要的原因，对，是吧？再来一张黄牌。那这场比赛真是代价挺大，那于大宝也领到一张黄牌。按照伤停补时的时间，现在还有不到一分钟，但是相信裁判肯定还会再多补一段时间。打一回头，非常紧张的时刻，需要全队集中注意力。张成栋拿球，给到张威，张威过渡给保利尼奥。哎呦，危险！哦，这下进脚、哎、啊！为什么打门呢？对，传球。多亏他选择打门。这是国安队的替补席，张稀哲。张威上来是打中后卫的。这样国安队呢，在前边的两场的联赛当中，2-0战胜大连人，2-0击败武汉，其实都保持零封。这场比赛比较可惜，被塞尔纳斯最后时刻打进一个球。但是现在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伤停补时已经超过了30秒了。还是国安队的球权。好的，何振宇，何振宇外脚背传，传进去，啊，张玉宁已经彻底跑不了了，你看。三天一场比赛，其实就是只间隔两天就要踢下一轮，啊，这个球裁判吹了一个犯规，已经96分钟了，这是第96分钟，裁判员还没有吹响全场比赛的结束哨。哦，张成栋头球一摆，不能让他拿到球权，非常危险。保利尼奥，保利尼奥闪开，注意他的左脚，他左脚打门，侯森，非常关键的扑救，侯森直接把保利尼奥的射门拒之门外，力保球门不失，也力保国安队全取三分。最后时刻确实非常紧张，非常被动。但是不管怎么说，国安队凭借实力和更好的进攻线上的表现啊，把对手最后是击败了，那么拿到了三分，最后的比分是2-1。那孟老师可能还有30秒的时间，怎么总结这场比赛？国安队应该说抓住机会了啊。河北队我觉得头几场球跟这场比赛啊有几点表现得很好啊，但是他的问题可能出在进攻端上，是吧？就他缺少一个好的前锋，所以他的进攻效率就低。那国安队这场比赛呢，实际上进攻端是有保障的啊，但是我觉得有一段时间里边确实我觉得承受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对，那么国安队呢，在大家的众志成城之下，最终拿到了三连胜呢，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有9个积分，目前排名在打满5轮之后呢，暂时排在苏州赛区的第3名，啊，那这个成绩呢也。